早上起床了。是天天有点心思，棒棒糖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草莓姐姐，今天棒棒糖要问我们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凤梨哥哥，棒棒糖要问我们什么东西肚子又大，脸皮又厚，而且不打不出声，越打它呢越会发出快乐的声音呢？会是谁呢？我们来看看吧。是水桶，是大鼓，还是花盆呢？虽然这三样东西都会发出声音，但是是谁才有厚厚的脸皮呢？小朋友一起来想一想哦。小朋友别烦恼，慢慢想就猜到。春风摇晚宝莲花，
嘻嘻。今天要玩什么游戏？风淘淘气吹呀吹，吹起帽子当飞盘。太阳公公笑嘻嘻。棒棒糖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水桶、大鼓还有花盆，是谁有大肚子还有厚脸皮，而且一打它就会发出快乐的声音呢？答案就是大鼓哦。因为大鼓的鼓面是一张厚厚的皮，而且当鼓棒敲下去的时候，就会发出咚咚咚的声音喽。而且啊，这个声音听起来很热闹，所以在很多重要日子里面，我们都会敲大鼓，增加快乐的气氛哦。小朋友，就让我们来想一想，还有什么声音听起来是既热闹又快乐的呢？那我们下午见喽，拜拜。